我们的小伙伴们不知道我们的泡沫胶该如何吃不吃，今天我教给大家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，大家请看。首先把我们的胶面涂抹在我们的需要粘的面上，啊，抹一点，只要有就行。然后呢，通过我们的工具给它抹匀，然后再把你另一个要跟它粘合的面也给它均匀的抹上去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不需要，稍微给它静置3至5分钟。Later， 当我们的胶面看到就是触摸一下没有粘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将我们的两个胶给它粘住，才能达到最强的牢固效果。现在已经可以了，现在这个胶已经给它完全贴合住了，大家看，怎么甩也甩不开了，说明它已经到了最坚固的时候。